无尽的这种希望，九域已经燃起过多少次了？每次无不都是燃起，让人满怀希冀之时，而后又熄灭。 自愈能枯竭，耗鬼失能以来，十章破名的效率下降，危局与日俱增，生灵涂炭，百姓颠沛流离，世人不曾忘记过去旖旎的对轴。 落英缤纷，鸟语花香。如今，已然成为受晦明侵袭最严重的周地，寒风呼啸，霜雪交加。 在做困兽之斗，而我无暇去想这些，只顾手起剑落。纵然强敌源源不尽，但又何妨？妖邪不绝，无意不息。我从来不信上苍，只信这手中利剑。而这一次，又当如何呢？ 困兽要出笼了，一决高下吧。希望你们能明白，这意味着什么。这是大灾变后首座激活的幻塔。 与格索托斯网络的通讯是有连接上，但激活程序有点……好，总算启动了。抓住机会，即刻开始。都算是按照理论好好运转起来了呢。 定位马拉时空锚点，浩哥已具备从彗星马拉导引预能的能力，授权成功。 Thank you.